个两个是不是都是一样的面团？哎，两个是一样的发面，都是一个面团，一块和出来就好了，好吧 ？OK OK， 酵母。酵母。嗯，这怎么掌握量啊？这个酵母。一斤差不多加五克。一斤加五克，500克加五克左右的酵母。对，然后再加点糖。为什么要加糖？加糖它也发得快，还是面还有发白。放一点盐。还放盐？盐的目的是什么？筋性。哦，加盐是增蓬松。把这个糖和酵母还有盐先拌均了以后，再放水，普通的温水，35度的又差不多。35度不能太热了，是吧？一斤面粉差不多5.2到5.2的水就可以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放一半左右的水，是吧？对，一半的水就可以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把它那个这样搅开，是吧？也就是今天这个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软的，是吧？不是特别软，就挺实一点。软了以后形状丝的。这边烧半天，大姐把面团和好了。这你要是干嘛呀？这是大姐。我要调馅，大嘴。调馅？那面团不管它了吗？面团调完馅以后，咱直接包就行了。哦，这边要不用怎么醒太久。不用醒。包完以后再醒包的，也就是定完型之后再统一醒。嗯，那我们就把它盖在一边。这第一个咱做什么馅儿的，大姐？这是海带的排骨的。海带排骨的。这海带买回来以后吧，能把它焯水也可以，炒也行，蒸也可以。那生的直接做馅儿不是更好吗，大姐？口感不好。口感不好，会硬吗？哎，第一它硬，第二它口感也不好。这样的话，排骨咱是酱出来的。这排骨是怎么酱的，大姐？排骨咱直接放锅里后吧，放上水、酱油。葱姜、八角，还有那个桂皮，还有大料、糖，把它这样红烧出来以后，然后搭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就正常的红烧排骨是吧？对对。明白，也就是说咱正常做红烧排骨，但是汤不要，咱把这个干的，像肉啊、连骨头一起。咱准备好，是吧？好，把葱姜放好。哦，那咱排骨那个也不用放啊？不用放，这个味都已经入味了，一点点糖。但是我在想哎，你看你这糖啊、盐啊之类的，咱为什么不在这个素海带或者是烧海带的时候，咱直接给它调好呢？我觉得这样吧，现调了以后，它个味儿吧会比较新鲜。更稳定一些。更稳定一些，放点胡椒粉。胡椒粉来点。去腥味的哈。真好，你看，这种包子，我觉得一吃的时候感觉特过瘾。为什么？你现在看，一口咬开之后，一是排骨在里面能够让这个馅料啊特别的香，再者一边吃着排骨，一边吃着包子，这很妙哎，感觉啊。加一点油。这个油量不是已经够了吗？毕竟炒的时候没有加那么多。再补一点。再补一点啊。这样的话，排骨那就加上一些。你这哪是馅儿？这明明是一道菜呀，大姐，是吧？对。包起来以后，它就成了包馅了，是吧？真好，连骨头带点香，就很棒，是吧？这时候要干嘛？现在开始包，准备包了，是吧？咱要下剂子，咱给它擀出来。擀出来。那咱做山东大包的话，咱这个皮儿是不是现在得厚一点，是吧？要厚一点。要厚一些。比平常咱那个包子要大一圈。好，直接加点排骨进去。哎，这大包子想不香都难。你看这里头的馅好。哇，这么足的馅啊！足吧。收口麦穗的哈，麦穗状的煎的我看大姐您这个麦穗状，它捏的很有意思啊！你看它从一边儿往上兜的时候呢，那个感觉很麻利。大姐，你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？你看这就出来一个麦穗，而且是很大的一个麦穗啊，是吧？你慢点，大姐，你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这怎么才能把馅儿填得够满，然后这个出来麦穗形还工整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怎么收口？对呀，两边兜着，捏着，等等等，从一边开始捏口，捏住一口，再往上搭，然后这个呀，两边对折，两边对，来回捏，来回，而且我看您这个大拇指还往上使劲，就往里兜的感觉是吧？这个地方把它掐住，掐住就可以了。最后的时候，适当的补一笔也可以。好了，那咱现在收话间呢，咱得把这包子都给它呢包好。我看这边笼屉里边这个水您都热上了，魏大姐。那个水不要烧开，560度就可以，然后把它放上以后水发。醒多久？这个包子大，差不多有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，那咱就放在里头。那这时候是不是咱应该关火了？关火是吧？关火。蒸的时候吧，差不多也得25分钟吧。那咱就这样子，用那个温水保证它一个湿润的温暖的环境，然后给它醒30分钟，随后呢再蒸20分钟，你要记好时，是吧？25分钟就蒸了死面了。有的时候你开包子放上以后吧，
接着刮火以后，开盖了以后，它也出现它现在的现状。哦，就是停一会儿。嗯，关火之后不能立刻打开关盖。对，那种的话，那我们要焖多长时间再打开？焖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。一两分钟。对。哦，等一等的。我们又学了一招。哎，这招挺实用的，是吧？那咱们就等一会儿，一会儿咱看看咱做的这个排骨海带大包味道怎么样。制作海带排骨包所需的食材有面粉、酵母、海带、排骨、葱、姜。第一步，按照100:1的比例在面粉中加入酵母，一勺糖，一勺盐，搅匀后加入35度的温水揉成面团。第二步，海带焯水去生切碎，把排骨斩小块，用水、酱油、葱姜、八角、桂皮、糖红烧备用。第三步，在海带中加入葱姜，少量糖、胡椒粉、油，再倒入酱好的排骨拌匀。第四步，擀出搅厚的面皮儿，填入调好的馅料，从一边捏口，两边对折，来回捏成麦穗状。第五步，将包好的海带排骨包放入锅中醒发30分钟，蒸至25分钟后焖至2分钟。